开服第一天手残点了一个，除此以外别的都没有点。普通系我们只差一个猪猪青，看点这钻石，这钻石10块钱一个，对吧？在这领着，超级爽。哇哦，水冰儿、水月儿、刺血，这是个垃圾，欧亚垃圾。顺便给大家说说这些东西，100是我之前就点过的，唐三也点了，哎，点了两个，我靠，失误大了呀！喂，唐烈，牛高，刘二龙，燕，奥斯卡，贼强，黄俊 T 三，石敏神 T 零，白鹤 T 零，蓝银王 T 四吧，唐英不确定 T 三 T 四，贝蒂斯 T 二，白真香 T 一 T 二，志玲。T 一百，逆风志 T 三 T 四，朱朱星这个我没有，也不需要有。弗兰德 T 四，风暴天 T 四，小五 T 三，战神蛋白 T 0.5，也可以算 T 零。现在是 T 零，以后可能会变成 T 0.5，因为它毕竟不是光暗啊。来，唐昊，唐啸是 T 一百，梦神是 T 一百，呼延震 T 一百，这都是可以吃的狗粮。泰坦是宗主啊，不要吃。蛇龙还可以的，算是 T 一。蛋白这个不行，这个蛋白不行。召集前期后期都行，做一个很强悍的几个前排，因为他的技能让他非常的肉。逆风是 T 零啊，朱清也是 T 零，千道流 T 零不用说，神女 T 零，月关，据说月关是比较强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用，因为星级太低了。没有人能战胜。志玲是 T10086开外是吧？好的好的。陈星，电脑的陈星很强，我们的陈星就不强。这个东西也是 T 零，杀戮之王没有。李雨东有，这个是垃圾李雨东。邪月啊 ，T56，鬼魅 T5T6，胡列娜 T5T6，反正没听过的都行。独孤博 T0，他配那个罗刹李雨东非常的强。这些修罗系的咱们活动还没有开都没有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卡片了吧？啊，还有几个四星的。二星还有三星的吗？三星好像也有。哎，怎么还有火系？好，朱竹云、独孤雁、乔天香、小五。护眼力精灵于小刚，哎，戴维斯雪崩，这就是三星的了。李玉松听过没啊？小龙你都抽不着，就是我们普通卡池都没有，是要心愿的那个友谊的那个卡池，友情抽奖的卡池才会有。泰龙其实都不太行的。好，搞完了，哇，这东西终于没有红点了，爽不爽各位？就问你们。